近日，一只野生金丝猴突然到访汉中阳县毛坪镇靳家湾村。这只金丝猴白天爬屋顶，进村民家中寻找食物，晚上则躲进山林休息。当地林业部门介绍，由于靠近金丝猴猴群居住地，金丝猴下山进村串门的事情时有发生。目前这只金丝猴已回归山林。